炮，我怎么还没死？鸡掰，他这样都没死。赶快找妹子，好啦，让我打个一两把，我晚一点再找个妹子陪我上分。不过上面那个陪玩什么的，目前为止啊，我找到的妹子好像都蛮可爱的。你看之前找的那个什么，那个胖胖的很可爱的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我突然忘记了，你们记得吗？然后这个默默也很可爱，叫什么名字来着？啊，对对对，阿丹，对我觉得阿丹也很可爱，就是性格很可爱。你们搞到现在就看我玩伴伴这么久了。你们有去宰来去把妹什么的吗？你们有没有遇到什么很可爱的？还我红哥，红哥不见了。来吧，李欣怎么说？哎，干，我没有打野角色，完蛋。有什么角色可以打野？不可能有比莫哥正的。啊？你确定？我晚上就来找找看，我感觉有。虽然莫哥是真的正。不过我猜这个打野应该还蛮强的，因为他吃野怪应该算快的，然后他可以一直洗那个野怪 CD。那个礼拜都拿几天开，如果没有事的话啦，二四六七都会开。但是有时候拍片什么的，我就不会跟各位特别去讲，因为我相信很少人会去守着 YouTube 的那个直播有没有开嘛，对不对？二四六七，如果我没事，你们都会看到我。呼啊！上次逗你的发票都200元。哎、欸，抖内我发财致富啊，各位，要不要抖一下？哎、欸，这个猫咪也太懒了吧，它连下来都不下来，怎样啊？这样是要打鸡鸡哦？还算快，吃的还算快，不好快哦。就是它刷野速度蛮快的，而且不太掉血。避闪 ，Help me, help me。你打他、啊、靠腰，你他妈有毒啊你！可以吧？我这个技巧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用 W 骗他走位，这就是细节啊，各位，完全就是细节。哎，点爆点爆，就是一顿猛点。哎，推线推线推线！哎，靠！我怎么还没死？鸡掰！他这样都没死。OK， 可以。有没有这个打野有没有效？好，再接下来 gank 一下这个下路。我们中路蛮强的、啊。我没有乱教，这个现在是真的有人在玩的，这个很强。我不是瞎鸡巴来的，这个真的强。哎，你们出去了挂网哦。怎么啦？靠腰哦，这两个人，干浪费我时间，这两个人，主E还主Q？主Q吧，主E干嘛？当然是绑越久越好啊。我感觉盖了没有什么用啊，还是我没有什么用啊？奇怪，主 W 一定是先点 W 啊，他是说附点啊，我有看懂他意思，是附点什么？那 W 是吃野怪的最重要的技能啊，怎么可能不主 W？ 对不对？他们想要插眼下来，完啦！哇，这个下路怎么直接死的呀？哦，这个下路有点戳啊！吃光光！可以啊，我这个坦克当得很棒啊！刚刚是鬼吧？好，上路单杀。
我这只很吃节奏啊，不要乱拼。哎、欸，我看反龙女的野好强哦，好浮夸哦。哎、欸、哎，夏、欸、洛怎么爆炸啦？来了来了来了，夏洛别急，我感觉我要出坦哎、欸，这一只我应该就是塞满 CDR 出坦，然后疯狂的给控制，这样应该就很烦了。不要啦，鸡掰毛，死了！哇塞！哦，这卡的好稀哦，我看一下。哦，他只打了六把哦，应该是小号吧？靠，他是鬼哦！干什么头是他的？哎，继续风筝，继续风筝，我们可以继续风筝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好玩，好玩，好玩。哦，好爽，这角色好爽。轻轻松松啊！看我这 Q 的准度，你们能看得见吧？跑不掉！我是鬼啊，各位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各位，说这卡特比我更无敌，跑到哪杀到哪。椅子安安，我人在美国熬夜做建筑模型，能不能玩一场奈德利，让我边看边做？我不会玩啊。其实这次打野怪为什么这么快，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的 W， 只要你打到英雄、炮车跟野怪，他每打一次，他就减少一秒的 CD， 很强。不要了，靠腰，卡特很北欺哎、欸！刚才卡特在虐菜啊，怎么比我还虐啊？怎么说？这角色够强吧，各位？怎么说？怎么说？强不强？百发百中啊，真的不是我在讲啊！先猜，先猜，先猜，结束这场游戏。对哦。干，你看我这伤害，不差吧？24000哎！干我又能坦又能 C， 有没有？又能控制又能给伤害。又能保人，这打野我感觉现在蛮强，而且特别无脑，只要你 Q 的够准，基本上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问题。